闲言碎语不要讲，飙一飙济南街头的事儿一桩。话说这天晚高峰，有个司机冷嚣张，五个红灯接连闯，速度不减很疯狂。这是天上燃的红灯啊，路口红灯。这是闯了第一个。对，闯第这是第二个了。在长隆新站那里，我们已经闯了一个红灯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连闯了五个红灯。看这，本来在这车道，哎，我一看这边有缝，就插到咱们这个右侧的一个车道去了。啊，就是，可以就是见缝插针嘛。多多有山没商量，鸣笛亮灯不停响，到底有啥事这么忙呢？听听小李说端详。大约在7:10左右，我们武装巡逻班组正在巡逻。此时在后方有一白色私家车，司机非常焦急的下车，跑到我们车跟前敲玻璃，给我们报警，称其侄子在家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被刀片伤到了眼睛，但是呢交通路况非常的拥挤，需要我们警车为其开道。眼看医院在一旁，道路却堵成了停车场，尖峰插针过不去，幸亏遇上了热心肠。在途中啊，有很多这个公交车也好，还有出租车也好，啊，你包括有很多的私家车车主都很自觉，一听到警报，即使他没有位置再去变道，他就主动的把车速停下来，啊，把车停下来，然后，哎，我只要稍微超一点，我就可以到他前面再去变道，啊，你看这个白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啊，他自己把车道，他看我过不去了，他就把自己车道停下来了。15分钟路程长，只用一半到现场，家属赶忙送医院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谢谢救俺的郝警长。谢谢你们老同志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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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